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周六，带大家看看杭州的街景。这个地方是刚刚修好的一条新路，叫神农路。镜头的前方是珠海万科城，这条路前面的尽头就是大约200米有一条正在修建的道路，是珠海的云峰路。云峰路估计年底通车，这样珠海和坦州之间又新增一条通道。一会儿去到那条路的工地，我们看看，大约5分钟之后到那边。杭州这边有一个足球场，还是比较大的，看一下。这个楼盘叫嘉靖康城，好，我们现在走到了这条路和环州东南路的交叉路口。前面被围栏围住的那条路就是通到珠海的200米道路，这条路叫神农路。我们看一下神农路对面那个是云峰路。好，我们现在过马路。好，我们来到过马路这里，这个工地我们把镜头升高一点，看看这个地方做的进度如何，看看年底之前是否能够通车。对面那个就是华发 TOD 万科城对面，这是工地的围栏。我们将手升高，看看这条路是铺成怎么样了。哇！可以看到吗？好了，这条路的路况就拍到这里了，还在整，差不多铺水泥咯，铺路面咯，很快的咯。今天是一个阵雨天，一时太阳一时大雨。好了，这条路的情况就到这里了。